哎，是你桃子不得给你钱吗？我不给你打圈了。不不，给，哎呀，桃子啊，桃子卖桃子啊，卖桃子呀，卖啊，俺两个吃。不要，一会儿我下车。俺俩这龙听不着。我说里都有什么桃子？那俺家大概说不上的，你那桃有，你别嫌多，这个是割的，是吧？嗯，掉那正好扯，不要看那汗，哎呦，热啊。不容易啊，这不容易，不容易啊。嗯嗯。啊，看一下这老爷子蟠桃吗？哎呀，谁说的？我也没吃，你尝尝好吃吧？尝好吃，尝尝，尝啥？你要够够够。不打药吧？啊，不打药是吧？嗯，不打药，好了这。哪个好吃啊？嗯。我感觉都好吃。好了，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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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不要摘了，够了。哟，老爷子，够了，够了。这里下雨啊，它一个巴了一个巴了，就烂了，烂了，一下雨就烂了。我们给你们卖一卖，多加个五毛一块的。老爷子也不如你看热的，哎呦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。八十了，八十了，嗯，哎呦，八十了呀，身体很好。桃子钱，桃子。哎哎哎，吃你桃子不得给你钱吗？我不给你打枪了。不不，给，哎呀，不行，那吃你桃子不给你钱吗？我给你打枪。不给打枪，这不要。哪里这回来？奶奶，你一来我在那旁地我他看吊子不上去，我就想办法拿钱去。你叫我把地我就拿回来，我不就不要地我什么？我们卖，我们卖归我们卖，我们吃我们得给。咱没有，你吃什么？是吧？是啊，小吃。再给大爷这个钱，可能就是不尊重他了。是，没事，那我们看着给你好好卖一卖。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。